A little Chinese， 小不点中文。Hooray！ 工作，小朋友们大家好。你知道自己长大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吗？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的工作是什么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各种不同的工作吧。兽医，兽医，兽医是给动物治疗疾病的医生，不管是猫、狗、马还是鸟，当他们受伤或者是生病的时候，都可以请兽医帮忙。医生，医生，医生的工作是给人治疗疾病。身体有不同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去找不同的医生。像是治疗眼睛疾病的医生叫做眼科医生，治疗肚子痛、肠胃不舒服的医生叫做肠胃科医生，专门检查小朋友身体健康的医生叫做小儿科医生。护士，护士，护士又叫做护理师或是护理人员。护士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常常和医生相互配合，负责照顾生病或者是受伤的人。厨师，厨师，厨师，他们是以煮饭、烹饪为职业的人。这个工作就是做出好吃的料理给大家吃。面包师，面包师，面包师的工作是专门做出好吃的面包。许多人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面包，所以有很多的面包师通常在太阳出来之前就要起床开始工作做面包。这样子，许多人早上起床就可以买到香喷喷刚出炉的面包当做早餐吃了。农夫，农夫，农夫的工作就是种植出好吃的蔬菜、水果还有五谷杂粮。小朋友，你喜欢吃米吗？最喜欢的蔬菜还有水果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农夫辛苦耕种才有的哦。每天吃饭的时候，不只要说谢谢爸爸妈妈，还要谢谢农夫哦。画家，画家，画家的工作是创造出美丽的画。每一位不同的画家创造出的作品都不一样，像是有名的蒙德里安还有莫内，看看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很不一样呢？你又比较喜欢哪一个呢？演员，演员，演员是专业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他们会在不同的作品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小朋友，如果你有看过电影，那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是演员哦。舞者，舞者，舞者和演员有一点像，都是专业的表演艺术工作者，但是舞者的工作是跳出美丽的舞让大家欣赏。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又叫做运动选手，他们是从事体育运动的人，他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在训练他们的身体，还有专长的特殊运动哦，像是专精于体操的体操运动员，或是游泳的游泳运动员。小朋友，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小龙最喜欢的运动是攀岩哦。飞行员，飞行员，飞行员又叫做机师，
他们是驾驶飞机或者是其他航空器的人。警察，警察，警察的工作是负责维持公共安全。当我们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别人有危险了，要赶紧找警察寻求帮助。消防员，消防员，消防员有时候又叫做救火员，他们的工作是负责救火、救人。当消防员出任务去救火或是救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身处于很危险的地方，所以消防员的工作是很伟大的。邮差，邮差，邮差又叫做信差或是邮务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把邮件还有包裹送达到收件人的手里。老师，老师，老师的工作是教导学生新的知识。每一位老师专精的科目不一样，擅长数学的叫做数学老师，擅长中文的叫做中文老师。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的工作是研究科学，他们常常要做实验，研究许多目前没有答案的事情，像是寻找新的药品或是新的能源，都是许多科学家正在努力研究的方向。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又叫做软体工程师，他们的工作是从事关于电脑的软件开发。记者，记者，记者的工作是收集及时的讯息，然后报道出来让大家知道。为了搜集完整的新闻讯息，记者常常要前往许多的地方。摄影师，摄影师，摄影师的工作是拍摄照片，像是每一年家人会照的全家福相片，除了可以家人自己尝试照照看以外，也可以找专业的摄影师帮忙。律师，律师，律师的工作是在接受人委托或者是被法院指定之后，依照法律的内容提供法律服务，是一种相当专业的职业。每一种工作都很不简单，所有的人都需要经历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练习，才可以专精在他的工作上。小朋友想一想，你希望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想想看，专门帮小动物治疗疾病的工作叫做什么呢？答案是兽医。小朋友，你答对了吗？希望你喜欢和我们一起认识不同的工作。我们下次再见，拜拜。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for more fun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for kids. Also,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alittlechinese.com for some very cool Chinese learning products. Another quick tip.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a bit more advanced for your children,Please check out our partner channel called Mama 老师. Mama 老师 makes wonderful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for slightly older kids. Enjoy!